腰部镂空，搭配率性黑宽裤，以施法造型亮相。乐天拉队女孩林香，双手插着口袋，挺直走在伸展台上，自信，眼神潮沙。所以你们看一下我的头发，看一下我的妆，都是那种偏慵懒的感觉。跟着前方高个子的模特走秀，丝毫不逊色。乐天拉队女孩林香虽然不能跟着中华队前进日本，她14号惊喜出席东京时装周，穿上台湾设计师申子晴的服装品牌。林香说，首次走秀初体验超紧张，因为是很多人向往的舞台。戴着毛帽站在涩谷街头开心比赞，林香向日本球迷喊话，听到你们的呼唤，所以我来了。他这次东京时装周造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林香还透露，有时间会去球场看比赛，让日本球迷为之疯狂。同样在经典赛人气高的圈圈被曝要退出啦啦队。球场边卖力跳动，中信兄弟啦啦队女孩圈圈甜美火辣身材被日媒封为台湾第一啦啦队美少女。根据周刊报道，圈圈面对后浪推前浪危机，想要转型当演员，传出要加入绯闻男友柯震东的经纪公司。强调没有要离开中信兄弟啦啦队，也有一直参与练舞和春训。圈圈听到传闻，亲上火线澄清是有人乱说话。对此，柯震东经纪公司也发声明，并无与圈圈有签约相关计划。啦啦队女神是球迷精神领袖，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TVBS 新闻龙山张启云台北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